想着你，风吹花开，亲像囡仔的迷茫，满面红红，就出未来的希望。双双对对，花季连理，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。风吹美丽，纯情花蕊。天来啊，你可归来了。刚坐回来上安琪。以前安琪名义上的最后一个亲人，要来送礼，应该真欢喜。那。看到安琪这款的结果，你心内应该是有一寡改变啊。那个尾啊，变成跟安琪同款，还去坐家，失去自由，才会当忏悔啊。安琪，你是阮小妹，不过。我从来都无好好后悔过你。当初我若是靠出台，把你为迄个恐怖的家救出来，但起码爱命呢，是不是就当无干啊？问题不要到三点，阿姆关起最后，你做出进卡也三点，所以你当然。就因为说，感谢当有一直陪同了他去。什么意思？像我们受感伤，以后拢无得行路。我们是想讲，还是救我这么济人，然后遐个人会当有第二摆人生。唔知秀英感谢嘛有机会当。张安琪，也是冠军症，下一期转普通关。移植中心有把伊的皮肤、阿沟部分的骨头。都保存下来。阿姆哥秀英受伤的是脊椎神经，就算讲伊是个骨头，伊嘛无得恢复。安尼真正足可惜的。我公公佮廖总讲秀英有机会当重新站起来。毕竟，当初是安琪害伊落去，啊，若是会当佮伊斗相共着，啊，至少会当弥补伊罪过。今仔安琪的告别式，咱好好送伊最后一程。啊，不过安琪对秀英造成的伤害，不是器官移植就当弥补。幸福，你是不是真正认为我甲安琪一世人都是无达到原谅的恶人？是出事，我注定是歹人是。像我当初离开的时阵，恁姊妹啊，拢还阁只善良的。阿姆哥，这几十年过去，恁的改变是有大，大到我唔敢相信。你根本都无了解阮姊妹啊！阮之前甲你讲的，都是阮安康过的事实。阮真正拄到的，是比你知影更加凄惨几啊倍。迄个时阵，你用袂去娶家做使用哩，上无够饭汤好食，是会当偌凄惨。那你敢知影？我当初若是无好袂去娶家，无好娶家，因一天到安尼一直食豆腐，安琪就要好
你去做探险者好吗？其实就算讲我已经好未去出外，但是到最后又是好未去做探险者好。就算讲我若想要甲救，我嘛救未着。不是阮代志，你现在拢无甲讲。因为你迄当初已经互你阿勇甲救我，过你的好日子，但我拢无你的消息啦。阮是哪有机会互伊知影？恁的勇爸母，哪会拢这尔歹心啊？但是到最后，妈咪才想要逃出来，自己想要好好照顾阮安芳，所以伊就偷偷走到阮厝来。阿公，我怕他就凄惨了，而且我继续我袂去其他的所在去做。所以伫后来我搁撞到安琪的时阵，伊就是求阮帮的人。那安琪的过去这么悲惨，阮姊妈细汉时阵，安芳因为怕被吃袂落。什么物件拢吐出来，阮爸妈都把阮拍到要死，无互阮幺爸都枵两工，还互阮食饭。安琪就是因为枵到挡袂牢，所以就去隔壁偷摕番薯想要食，煞有厝边抓着，坚持要报警。我甲安琪一直甲拜托，拜托伊莫报警，啊，若无我一定互爸母拍死。后来恁爱知影，我是安怎解决？迄个年糕爱我陪伊困，都互阮十条的孩子。我为着不爱让安琪阁继续用巴肚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我就伫你的房间啊。安琪就是因为听到我一直哭，所以就走入来，伊甲对方又阁夹又阁打，对方拍甲重伤。才没出事，不过我跟安琪所以一直怕说我因为这样会让我爸妈打死，不过算不知道那个地沟可能是去让安琪怕到，如果没报警他才说我听我的话，安琪可能就是在那个当中学到要用父母的可以当解决代志。我的查某囝命哪会这样苦？阮姊妹也变做这么安尼，伊可能拢明明是因为阮小摊，啊，若无阮嘛捌担心过，阮嘛捌讲过我相信，这个世间有人会对阮好，只要阮卖去欺负别人，别人就袂欺负阮。我跟安琪是拼性命在活下来，我嘛想要活着，我想要爱模样，想要开出上水的花蕊。但无到最后，我就只是变作你是人看的中吧。我跟他想要配暖配暖的。过去我靠跟安琪的是久的。我现在赶快提来考去。善良是一种选择，安琪最后选择善良。你无需要像前面赶快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起码回头。阿哥，善良敢有路用？秀英伊一世人唔捌做过歹代志，不过伊即摆嘛是瘫痪，即款选择。但是你想要爱，安琪，后世人要好好投胎，去一个好的人道。安东，要再做什么啊？
正的话吼，从来拢听小英讲过。你个安琪的命运实在是有够悲惨的，都因为安尼，那个人才会行偏去，而且哦，都足歹救的。不过，我感觉小英今仔日有小可无同款了。啊，不过人的本性是真正足歹改变的。张淑英真正行偏去啊，我是不相信。伊阁会选择也其他的路。我已经吼，把这个花园关乎附近的幼稚园啊。你好，这个花园都改名，都天使花园啊。来，以后吼，都有亲戚小朋友陪你一家耍啊。你也当安心啊，一只佚佗，好好享受你失去的童年啊！这个查某叫做张淑英。等一下，你看到伊完全唔免客气，直接把伊再去荒郊野外放生，给伊一挂教示，知影无？凭啥物连张淑英这款查某嘛是托尼的初恋情人？就算伊无甲托尼做伙，至少伊予托尼爱过，为啥物唔是我？哭！今晚一场，你今晚总算会当把一切放下，结束你这尔悲惨的一生啊！不管较早你是安怎对待我，你是我伫这个世间上尾一个亲人啊！咱今晚是安怎会这尔苦命？一世人用尽心机，嘛得袂到别人的疼痛。你今晚活伫吴天成的身躯内底。大家感谢你，怀念你。那安尼话嘞，我一世人做这尔济歹代志，当我离开的时阵，敢会有人会当为我流目屎？还是根本都无人会关心我这款人的死活？张秀英，林医生，你想要创啥？我想要创啥？想要带你去一个安静的所在，好好安慰安慰一下。哎，搞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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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公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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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救我！公爵，哪会拄着公爵？若是和公爵发现我，我着危死啊！张淑英，算你好高运啊！连刚才搁找你算账。明九，你敢有血色因？我无血色因，我拄才伫遮，因雄雄都走过来，我想要甲我又离开，我嘛唔知你是安怎安尼做，我用要惊死。既然无血色，因哪会要掠你走？
相相对对，会纪念你。我拄才伫遮，因雄雄都走过来，我想要甲我幼离开，我嘛唔知伊想怎会安尼做，我想要惊死。既然无熟识，因哪会要掠你走？我嘛唔知，我一世人计划想到上过济，我嘛唔知是啥物对我动手。啊不过我真正唔是超工要做遐歹代志。阿叔讲，我嘛是出世伫好人道，我是毋是嘛会当善良？我是毋是嘛会当毋免惊歹路？天公伯父，我甲安琪一世人过到遮尔悲惨，阮真正是为着要生存，为着要活落去，阮不得已才会做遐歹代志。我真正无想要安尼做，我真正无想要安尼，我真正。我真的不想要喊你。你甲安琪哦，拢遮可怜哦，遮夭寿哦，啊！恁今仔天涯孤女呢，飘浪两蕊啊，苦命花呢。你确实是命苦，也毋过啊，这毋是你害人的理由啊。是啦，阮老爷讲了无毋对啦。你虽然歹命哦，毋过哦，你袂当去骗五当市长的钱啦，去霸占人的翁啊。那是当做人，想要做鬼啊！当初我嘛是这么打拼，我才做成五太太。那当初我嘛就安稳啊！我当初我是尽力做一个好太太、好妈妈的。后来上叫我爱聊天时，爱聊到真死啊！你为了追求爱情，放红放剑，那嘛无安怎？燕哥，你侵占天成集团的财产，安尼对唔对啊？我嘛知道我唔对啊，啊，不过我就是惊讲我若是无钱，忠心伊会无爱我。吼，你这个戆查某，真正戆到袂白上呢！爱你的查甫人哦，绝对袂爱你的钱。不过我就是惊伊会无爱我嘛。我伊当初我都是想讲，啊，若是爱伊，甲因太太离婚，啊，就是爱让伊相信我对伊来讲是有帮助，伊才会愿意跟我甲我做伙啊。你真正毋捌什么是爱，因为爱就是你个狗吗？你实在是真无自信嘞。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故事一个故事，啊，不过阮当时是一个大老师嘞。当初都想要证明我是有钱的，我陪伊会去。我若是无钱，我是有啥物做给阿姨跟我做伙？为你我都是惊伊会无爱我嘛。杨小英啊，你的想法想过走正去啊啦。啊，就是做一寡不三不四的代志哦，人个性命是你讲的啦。你即马爱重新做人，脚步爱踏正哦。袂当怪我，你想叫我的命这尔歹啊？可是，迄当初我嘛有一个好爷人甲我收养，那安尼我无得到即马都是啥物慈善基金会的执行长，我嘛会当是一个足善良的好人啊！你怪来怪去，就是怪无有钱安尼用。这嘛上过无负责任啊，拢怪去别人的头壳顶。刘淑英啊，
你想法太过离谱啊！你咧怪东怪西，哈，啊，未使吼怪臭味头尾，啊，人阮孝义哦，那嘛是高义啊！你看，人伊愿意吃苦，人也要亲像你安尼做歹代志啊！歹都是因为我给公爵领用，所以才会无变歹啊！那安尼，我讲的哪有啥唔对啊？啊，我若讲到你慢哦，我嘴就阁好拍干啦！我甲你讲，讲袂顺车啦。所以，只要公爵你给我领用，那安尼我就会当一秒变好人。你若不是，你就去看麦。唔通哦，老爷，你千万莫甲收养哦。无啊，公爵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浩宇吼，伊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啊，你拢甲领用啊，做伊的养子，啊，那安尼就归去，连我嘛做伙领用啊，啊，你安尼就会当有养子，搁有养女，啊，拄好会当斗一对啊。什么收养斗一对？暗日买物件买一送一啊啦！阮老爷哦，即款拢有团购的，人出钱出力，规间的高级，人拢甲赞助起来。无嘛，公爵，你着试看卖嘛，试养一下。啊，你若是不满意哦，7天可以退养哦。啊，你着考虑一下啦，哈，哦，我甲我收养啦。你嘛较拜托的。阮老爷今仔日哦求你哦，也是算意外吼。啊，阮老爷即摆贴嘛，来。不嘛。来，好定好定好定。哎呀，志同，我都喊你来，啊，你若是伤过忝哦，你着先去休困哈，啊，着继续伫遮陪公爵，好好开讲。无啊，你是小猫啊，小狗啊，阮老爷一点点互你食一个猪头尔，啊，你做顿来到厝，安尼高高甜哈，要求阮老爷收养你，你难走哦，我讲哦，我叫大家给你护存哦。这，好啦，我当天就是啊。啊，不过公爵，你好好考虑一下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煮饭是足好食的，而且我嘛足够变瘦的哦。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。这个张小英哦，袂准啊狗皮又过个啦哈，啊可能是叫念条尔，啊个八袂离啊。老爷，以后咱要较小心诶。我电脑感觉起来，加一个养女嘛袂歹啊。老爷，千万唔通哦，张小英哦是足恐怖诶人哦，你唔通让伊笑到笑面变面皮哦，啊，你唔通袂记哩，张小英较早做歹心造孽代志做够济哦。你无讲无应该讲的话吧？嗯，真好，我有叫人下钱给恁，受伤的部分我会加给恁一寡钱。嗯，张淑英阁真好运，无予我受累着。你啥会过即届，后一届就无遮尼好运啊？嗯。回来啊！嗯，啊，你哪这早起来？平常时这个时阵你搁伫困啊？日头无落山，袂起床啊？啊，都最近无去酒店啊，也毋知影怎天也袂敢着困啊。哇，啊，即摆嘛过昼啊，困到真入眠嘞，嘛袂头痛，感觉阁袂歹。你看起来哦，精神袂歹啊！对啊，我有替你买衫，来试看卖。替我买衫？嗯，对啊，我去 shopping 啊，啊差几万块哦，就当买个上优惠啊。啊，不过我嘛唔知要买啥，就叫因提上新的男装出来。嗯，来试看卖。哦。
这三个质感还阁袂歹呢，你验感情好，还是讲差几万只万个，万个阁是偌济啊？160,000。160,000。差几万只万个，万个阁是偌济啊？160,000。嗯，啊，买一个品牌手机嘛，差不多啊。啊，加560,000，就当摕百货公司40,000块的礼券嘞。诶，唔对唔对哦，啊，你开160,000摕40,000块的礼券，你唔着等于加0.25%的 discount， 还比信用卡优惠搁较低呢，安尼你嘛开会落？嗯，啊，摕礼券吼，就是一个礼送，而且啊，我是入你的卡。啊，最近你嘛不占酒店啊？拄啊好，信来还款。安怎？你唔敢哦？嗯，真正袂歹，我的 sense 比你搁较好。等者哦，你就请技师甲我去食饭。哎，到底今日是占着药啊？哦，特别新衫，搁要就要出来食饭，怪怪哦。这是太太应该爱做的代志啊。哇，有找到一间正港的澳门餐厅，咱食了哦，阁会当去附近看风景。啊。这口罩若是无啥物特别目的哦，甲我坐共道拢会隔一面墙。今日竟然会招我做伙来去食饭，别个到底是有啥物目的？夫人讲爱我做伊的新妇，表示我甲你结婚只是过一个嘴。等我摕到你的财产，完成任务，就当嫁予托尼。即卖开始啊，我改做是好太太，为着要离婚的时阵会当加摕一寡，我就拍拼甲你饲好肥，到时再甲你扒皮，扒好你连骨头拢无剩。哇，想袂到最近嘛较有菜哦，遮尔下降。甲我细汉时阵，阮兜迄个厨子姚嫂煮的口味足小心的，是讲你嘛真厉害，找得到遮尔好的餐厅。我嘛是四间门才问到，这间的总铺师哦，之前伫个澳门，遐好野人煮几十多年，应该甲恁兜的姚嫂是共门。无怪，这個、口味遮尔小心。这亚嫂过身了哦，我不管食啥物件，都感觉欠一味。安尼以后就有所有通食。对啦，你真少厉害呢，无怪安提哦，会这么欣赏你。一个助理哦，就爱有能力，会到完成电视的心愿啊。找餐厅是小代志，以后哦，我的使命必达，让你知影我的本事。我才无参像安提这么妖魔啦。你今日出钱餐厅，我都给你钱满少啦。啊，不过你拄则真正食出济呢，咱来遮行行的，会当帮助消化。嗯。啊，咱来遐坐一下。嗯。啊，明知影我惊水，搁找我来遮散步，我看伊根本就是有阴谋，不怪对我遮尼好，帮我买新衫，搁叫我出来食饭。他们就吃饱好上路，就把我车车落。我看根本就是要谋害亲夫啦。嗯，阿弟，你想啥啦？紧过来坐啊！来，你看，这個、风景袂歹吼。我读高中的时阵，就足想要来这看风景的。啊，不过一个人来根本无啥物意思，我嘛唔知要约谁来。今仔日哦，总算是完成我的愿望啦！和平公园放枕头，把衫披好，下面感冒着了。这是 Eric 头一次对我这么温柔，提
提衫给我，教我感冒。原来有一个查甫人安尼照顾我，是这款尴尬。阿爸，过来看未？喂。爸睡嘛。哎，钱给搞错，搞掉的水。对不错，钱给摕出来啊。老伯啊，老伯啊，我要我救你啊！钱已经扣出来，我就回馈了。我救你啊！我救你啊！救人啊！我钱给伊命，加对我钱给伊啦！紧！钱给你，你莫回来吼！救命啦！你死啦！伯啊，伯啊！好，慢走。钱扣出来，你是不是拢叫侯林啦？啊，你做手表啊？唔买啦，贵上身啦吼！腾乱，紧提出来，无我好料就做掉。哦，腾乱。哦，我过来，我过来，我过来。快紧！哦，好，好了，要靠你一面啦吼。哎，我走去。别啦，你拄只哦，哪个慢一脚步来啊？我这规手拢无啊！你看，手拢受伤哦，空嘴偌大嘞！哦，真的呢，这空嘴哦，足严重的，这赶紧送病院啊！啊，若无空嘴哦，马上就好起来。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啊，都真紧足痛的，这空嘴若无膏药哦，会发炎呢。这空嘴这么细啊，唔免膏药啊，我去替你放水，给你洗身躯啊。你这个白目猴，竟然把我杀出去，秘伫咧我后边，我应该靠我才救你。画皮尔就你改改叫，实在有够硬气。今天就起来。这也是安提下面要我带回来，可以当替我化解化水啊！原来伊真正会晓呢。虽然大家做伙是因为互相利用，伊就等于是我开支甲安提买的无。不过该安怎讲，伊嘛是逐天跟我做伙生活的人，甲遐开支买来的酒店妹子无同，伊也是较为我。发生这种代志，会出面维护我，不怪人来讲啦。不管外口安怎算，厝内底迄个拢来过好。看来厝内底甲外口的也是无同。你的。哎，那个咧挂免战牌啊！你是摆做生意哦？啊，你这间店哦是有较真较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外口嘛，足常咧卖物件啊，而且店面嘛袂歹，安尼藏咧，想过拍算啊？为了我卖面是兴趣啦，我即马就较无兴趣啊。等我买来哦，再卖就好啊。嗯。哇，你真正是佛系做生意耶！啊，当初你伫高德建设的时阵哦，替高档家的生意做甲遮尼好。啊！即卖哦，迄刷连迄饭钱拢要甲阿炳阿姨替，你安尼敢好？无有啥无好啊！我嘛无甲人偷，嘛无甲人抢啊！
我安尼当食当困当死，嘛是人生啊。嗯，哎，若无安尼啦，我甲尤爸这间店哦拍落来，啊，伫遮开一个网红打卡餐厅，安尼尤爸哦就一个当养老，我买当开始做我的事业吧。哦，啊，你要拍一间店都有钱啦。啊，进前你也毋是因为陪迄广告厂商在陪卡打字这种倒去啊？我跟你讲啦，人讲哦，机运说来就来。哎，顶个来遮算个十三季个人客户哦，因后来哦，坐去另外一个所在算，迄边哦，偌好趁钱个呢。我即马是下班哦，就随走去遐算啦。我已经赚三十几万啦。我咧想哦，我应该是有这个赌神的天赋啦。刚刚你摇落去哦，唔免几个月，我就有投资权会当把这个店拍落来啊。我咧想哦，一开始爱做较细，这间店应该是袂贵啦。啊，找人来装修哦，变成有特色的网红打卡名店，那是成功哦。我要连餐酒馆顺续拍落。等，你那有遐尼好康的代志，你即摆想不想？我爱你，虽然唔捌讲出嘴。想想对对。啊，找人来装修哦，变成有特色的网红打卡名店，那是成功哦。我要连餐酒馆顺续拍落。等，你那有遐尼好康的代志，你即摆想不想？我讲的是真实，我无甲你骗啦。哎，连那财神爷甲赌神哦，拢甲我加持呢。迄个所在风水哦，应该甲我做下。我已经趁钱哦，趁到要变过来诶。无人博缴的一定赢的好无？到最后赢的拢是做庄的赢啦。啊，你卖阁做梦啊，好无？我做梦，敢讲我寄钱簿顶挂的数字哦，敢会敢骗？哎，我等下阁要找财神爷哦，摕零用钱，你去做一记嘛。哦，我去看麦。哎，啊，把这店关起来。来，背来背来去。啊，你的钱拢输掉了。来，啊，跑去跑去。我本你一块。背好嘢啦。你赔本。变啦。我讲过啊，我输赢上阵就三千块啦。今日配合应用刷，而且你嘛也袂少钱啊。借口就说，咱来等下啦。哦。嘿，怎么来赢钱啦？赢钱哦，当然要乘胜追击啊。那有迄种哦，哎，借口就说的得力啊。哎。啊，而且哦，咱阁继续搬落去，无得家赢更加济啊！啊，那咧开店资金哦，就拢有啊，免烦恼啊！你是无听讲过哦？鸟心钱是得了啦，十赌九输，真正有遐博计的人哦，唔是计较讲家己输赢偌济，是知影啥物时阵是收手的好时间。你哦，卖阁恋战啊，来等下啦。哎，不认识，不认识啦。我今仔日的手气哦，遮尔啊旺着，啊连财神爷我徛伫我这边诶，哎，敢讲哦，你爱我甲财神爷赶我走，咱继续搬啦。我赢一条好啊啦，要转去啊啦，吼。哎呦，王立德啊，你真正是无发财命的你啊！我即卖就是爱把握机会哦，好钱生钱，赚愈侪搁较好啦。来，继续。你讲。来，坐落，坐落。公爵。王立德跟那家杨立功在倒开，已经离开啊。我走跳教场遐尼侪年，看过真侪款的教客，有的人真爱钱，就唔愿放手，想要赢更加侪钱。然后真侪人输钱，唔甘愿。想要平分，伊较多钱，
会当看出人性的贪心，就是这款贪心，让真侪人一昧变作三只狼，甚至负债累累。我的叫客，平常时真理性，要不过上了教导，就失去判断，什么也无站着。其实啊，微博叫来。会当看到一个人的本性。王立德今仔日一日来，手气不好。虽然输钱，伊也唔过伊输了3000多了，就佮动起来。你讲啊，要分钱还伊继续刮，伊竟然拒绝。这个表现，我叫对来讲，只是一款小骗。第一个心内。早就设定停损点 ，stop loss， 大概，那是我做你，你输钱会想要赔本吗？我不想跋筊。立德全世界。一样高啊，伊本性真好。你看，伊也阁会苦劝你讲见好就收，这就代表伊真重视亲情，无希望厝内人吃亏受伤害。看起来要重新和你得振作起来机会啊，应该真大。成高中生的宿舍，还够有门禁呢。啊，时间一到，咱的 Eric 同学就乖乖回来了。Eric， 你好棒棒哦。其实哦，我是伫我脚有到迄定时自动导航系统，迄时间若到，就会自动给我带回来厝啊。哎，别啦，啊，你面看起那青顺顺啊，你是毋倒位无爽快？无假，我有办法。你有办法？嗯，当然包治百病。这个包包哦，是你上介意的牌子啊。哎，我听讲是限量款的，我是找人用惯嘿，真无简单才买到的。安怎？啊，你即马是不是神清气爽，真有元气，规个人哦又搁活起来了？辛苦你啊。无啥啦。啊，这个安泰做保平安是幸福家庭的基本守则啊！哎呦，啊，咱这个过节做代志哪这么无认真啊？甲发票放在内底。Eric， 我想即马全台湾的查某应该拢结婚的。是安怎讲？你毋是讲这是限量款？嗯。啊，你一个人买两个包包？甲别人裤袋拢用了啊！两个包包，无啊，我哪有买两个？我唔是千手观音呐，啊，我用两个同款的包包是要创啥？我着真正无买两个嘛。明白哦，我比你搁较了解啦。莫讲迄发票面顶吼着清清楚楚，我看到迄个金额就知影你买几个包包啊。你这个火山孝子。啊，另外一个包包就是上好多一个酒店的小姐。再去，我不玩。贝拉，你真正误会我啦。好佳哉，这个款式啊，我一点啊都无佮意，歹佮有剩。这个包包哦，你嘛会当摕去送予其他的酒店小姐。我咪哪有可能买种贵生生的礼物送予别个查某啦？
我唔管你要送给谁，还是摕去摕，非得哦，这款细细物件，我无可能摕啦。你莫讲气话啦，先莫讲我是有送给别人，这个礼物是我真心诚意想要买来送你的。我敢讲，你若挂这个包包出去，一定会真好看嘛。好看你的大头，你莫用酒店小姐的 sense 来跟我比。好啊，太厉害啦！那咧，我就顺你的心路咧，将这个包包提去送给别个查某。上无，人哥会给我添一杯酒，笑眯眯给我揽掉，给我 kiss 一下，冲我洗一下我下啦。这个陈像你这么嫌知好歹，嫌东嫌西，肯定无一个好。我跟你讲嘛，本少爷哦，无迄个时间做。真正是气死，唔知好歹，查某。真好啊！我要伫我送的包，嫌伊歹，嫌伊怂，咱咧以后都莫后悔。我含肉包、挂包、小笼包，拢袂阁买互你啊！我即马就替你送互梦梦，唔对，我甘愿替你送互梦梦因家的狗。也不用送你了。说出去了，这当然几十天没去酒店嘛，店面去又叫人灌酒啊。阿伟，王店长哦，阿弟哦，我阿弟去做啦。我今日去店买迄个包吼。我连咪提几碗，不是啦，啊，都阮太太无介意啊，好啦，就是安尼，好。艾瑞的迄个了不要紧啊，一定够去占酒店。啊，算算去，伊本来就是渣男的体质，甲伊摆伫厝，顶多是我亏欠伊。伊若雄雄变伤乖，以后若是我要甲伊离婚，嫁予汤尼，颠倒会变成我理亏。好啦 ，Eric， 你着保持你即卖安尼，莫想超过，我着当作无看到，袂甲你计较。对啦，这个这个包包哦，一定是上新上新的，回家拄到台湾尔。你望看啊，还阁烧的，请你接受我的心意。你是去啉着假酒？我无去啉酒啦，我是去一间名牌店找过节，叫伊摕上新、上古的阮某 style。洪某若是看到，就会介意的包包。然后我有甲另外一个 VIP 相拍，才总算把这个拄到台湾的包包摕到手的。你为了替我买包包，甲人相拍？这无啥啦。大刚伫和平公园，你嘛是为着我开车要弄迄两个歹人，敢毋是？嘿，等一下哦。去过了后，我会记得你讲要上传就好啊，唔那是包包尔。别啦，虽然讲平常时咱阿母总是会吵吵闹闹，但不过迄天伫个和平公园，你对我若无淡薄仔情意，别哪有可能冒着性命危险来救我？这都叫做患难见真情啊！这种真情哦，是用钱买无的，不管是包包还是钻石，都无得比啊！重点是我真感激你刚对我的付出。来啦，紧看嘛，看这个包包你有介意无？
总算啊，是配起我。安那介意就收落来哦。当然啦、啊，啊那无，搁要让你提去送哦，迄酒店小姐。我真无想要和迄个查某扣便宜。嗯，啊，迄花嘞，你莫甲我讲是迄卖花的妹啊，身世足可怜的，啊半工半读。所以你得用新台币，让伊较早登去读册。当然不是啊，这卖花哦，是一个老阿婆，红海花店名嘛叫做阿婆花店。那那迄老阿婆是毋是有足细查某囝，还是查某孙啊？别啦，你现在总是认为讲我有其他啥物目的嘞？就真讲你无要相信我，你嘛应该相信你家己啊。相信我家己？嗯，你逐日搁我好个对待，所以我真心诚意买花买礼物送予你，因为太太若欢喜。我看了家己嘛欢喜啊 ，Eric， 我知影是夫人叫你爱对我好，啊，不过因为夫人的一句话，你又替我做这么侪代志，完全变一个人，安尼真正足奇怪。我知啦，较早是我唔捌代志，即马我拢知影，太太都是太太。甲外口开支买遐个查甫，迄是完全无共。其实袂啦，你个条件哦，完全袂输外口遐个查甫呢。是安怎到即马才发现？以后哦，我一定好好珍惜你。刀子啊，你是把我当做啥？你搁讲我甲外口查甫无同款，安怎？买一个包包就想要甲我滚床单啊？就算我无这无买这个礼物，我嘛应该会当做遐代志吧？嘿，嘛爱看我敢有爱？不是啊，我唔是讲买这个物件送予你，就想要甲你安怎？啊，阿爸母之间，唔是拢真自然会真会冷掉，敢不是？我无食你迄套，你莫甲我当作是啥物露露露露的代替品啊！我这唔是酒店小姐。啊、不是贝拉，你是气啥啦？你管我气啥？但我是搁都会做唔到啊！这贝拉到底是在想啥？敢咪想过歹剃头啊？啊，这款个性是要哪做人的某啊？这个杨立功还没回来，天拢要光啊，不知要输偌济，万一赔没回来，不就惨了。立功伊吼，就是无定性啦。我小可爱播，就敢那是好好耍，找淡薄刺激尔。伊煞完全聊落去，我要安怎才会当把立功又回来？啊，去找好啊！唔过拄只又伊又又袂回头，我即马去找，一定搁较无愿意转来。即马去嘛是白去，啊，煞煞去啊，唔管伊啊。立功啊！啊，总算回来啊！对啊，我看你搁咧困哦，无想要甲你吵起来。啊，嘿，我要早回来，你来坐。看你的病，应该是有陪回来啊。
好啦，我就放心啦。你敢知影后来我是偌济？偌济啊？6000万。6000万？嗯。真正假啊？敢会收汗？你是咧拍电视啊？我讲的是真的啊。你敢知影什么叫做否极泰来？运势愈低哦，跳起来就愈悬啊。后来哦，我就一直赢，一直赢，一直赢，最后你看，哎，够，给我加，给我加，卡卡卡哟，哎，给我几卡？啊，今晚是变魔术呀？啊，最后一捆。无啊，无啊，嗯，啊，你加偌济啊？算算的差不多超过100万啊。安尼就有够啊，以后不准过去啊。是安怎不准过去啊？嘿，我才赚第一桶金尔，上无哎，我赚500，啊，把这间店卖落来，我才要收手啊。我着感觉怪怪啊。地底下无人会当搬，以后到最后会好赢的啦。你安尼以后要安怎，我都唔敢去想啊。我嘛唔是为着钱才去算的啊。搬掉这种感觉吼，袂输咧坐云霄飞车同款，就切去呢。这种感觉哦，真正让人都沉迷的。你的，这才是人生呐。我讲你这的钱哦，全部摕去关乎慈善机构啦。以后你若再去搬掉哦，我就把你卡拍断了。是安怎要管慈善机构？我就不是爬袋哥。你的想法拢歪去啊呢？你妈若是知影讲你去跋筊跋这钱，一定气死的。不准你去甲妈讲哦，伊话爱实实念的呢。我是唔知跋筊会当好呀无啦，啊，我听伊实实念哦，我绝对袂好呀。你妈知影讲，你妈知影一定实实念，一定会受气啊。我管好你现知影啦，我无得甲你管，看伊有阿多无？我就甲你讲哦，卖我白讲，伊是无听着你啊。你说用的，光有件代志要创啥？我都假惺惺以为啦！王立德，你搞怕？好啊，你即摆我多赢一点无？那以后我就卖只找你啦，我爱去倒位佚佗，去倒位佚佗，你卖管我啦！我卖管你，我卖混蛋，你知影讲你即摆有偌费镭？哪来你嘞？你家己有振作决心嘛？董董姐高德建设总经理，到今晚变成一个阿兵阿爷提钱的啃老族啊！你凭什么管我？非得哦，你无资格管我啦！对，今晚开始，你生你的，我生我的，咱长无到最无老啦！这块王立德哦，竟然真正咧把我摸落去呢！哎呀，看下人这么瘦哦，竟然拳头摸这么软。来，你看，这节操地吼，下饮落吼，会当租金外拍通你的血路，啊，租金就好啊。啊，想要叫你做娇贵，啊，恁两个伴侣是爱你好啦。啊，我嘛是为着伊才叫做是娇贵啊，我就不是真正咧跋筊啊。恁兄弟吼，虽然无大做伙，各点又无共个家庭大汉，也毋过感情这么亲，实在互人感动啊。啊，若照你个计划吼，会当互立德顺利振作起来，啊，莫叫我改做是娇贵啦，啊，就算爱我改做酒贵啊、垃圾贵啊、不输贵啊、泰克贵，啥物贵我拢愿意啦。重点是计上好啦，啊，若真啊乱计成真哦，啊，搁予迄个立德若无振作起来哦，啊，你搁继续搏嘞哦，啊，即种你就扣角啊啦。哎，放心啦，我对搏击哦，真正一点仔兴趣拢无，啊，尤其是即马哦，我搁知影拢是诈赌啦，就搁较无兴趣啊。是讲公爵啊，你下骹手人哦，真正足厉害嘞，
爱我赢就赢，爱我输就输啦。我跟廖总讲哦，拢是运气啊，啊想不到这一切哦，拢是会当操控的咧。迄拢是师傅啦，那无吼，交场时要安怎赚钱呢？我当初拜师的时阵，我嘛就抓，袂当用害人，那无雷公会甲我拍。即嘛，我甲遮一挂美甲讲互你知影，你千万唔通用去害人哦。放心啦，我袂啦。啊，是讲你着敢真正为着我振作起来？人一定就是要有放袂落的责任，才想要振作。阿免啊，就是保护伊，保护了太好。即嘛，我要甲这个保护摕掉，叫阿免卖管。要让王立德重新看清楚伊家己的责任。好呀，你回来啊！迄饭菜咧煮好啊，啊你若要食，我甲炖互烧，啊食食你等较早休困咯。免啦，我先去洗洗，要等你便宜。哎，师傅，进。我这啊，即马伤势安怎？好真济啊啦！你妈甲明辉即马等咧病院照顾伊。哦，啊其实哦，我就想要去看伊的，啊唔过我事后就讲哦，我去遐会定地，就不爱我去啦。啊有啥物我会当到沙家的所在，尽量讲诶。啊至少我会当去遐跑腿嘛。我等一下，没完啦。是安怎浩宇哥对公爵你的态度这么冷淡啊？伊怪我温暖伊的心思，到今嘛，伊嘛唔知影要安怎面对我。我会紧啊，花一点仔时间去想好清楚。老爷，卖生气啦。啊，等小云的病若较好时哦，小云会帮你讲话啦。啊，迄阵呢，浩宇。你的态度阁无同啊！我无要紧啊，杨伯，你今日准备食物件好好，这几个工吼，伊伤过辛苦啊。我来准备哦。现在已经确定浩宇是我的亲生后生啊，安尼我就会当正式要求浩宇到我手里。我一定爱让浩宇回来我身躯边，安尼坤龙才袂跟我离婚。等下，你嘛是来给浩宇的亲子鉴定报告？我要提什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啦，你那个吴天成讲，叫伊卖个面盲啊，卖一个假，唔好要叫我浩宇在爱家里做鬼装。他虽然坚持要搞抢金啊，那恁伊的一个天成集团的 BOT 标案，我无需要做啊。江若楠，你真正就可怜嘞，现在竟然要用 BOT 案来换亲情。你进前做遐尼侪歹代志，阁甲小云害到遮尼啊凄惨，即马竟然要甲浩宇相认。浩宇是无可能认你即个妈妈，因为伊讲过，即世人伊只有一个妈妈，就是尤其阿姨。浩宇绝对无可能安尼做个啦，伊应该是为着要安慰小云。阿哥有啦。就算讲浩宇对我有淡薄仔袂了解，时间若久，伊还是认清这个事实，叫我一声妈妈。你的面皮真正足厚的呢，竟然讲伊对你有淡薄仔无了解。事实是啊，你是伊的亲生妈妈，伊感觉足更伤。不管你安怎讲啊，
我是伊亲生妈妈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啊，你呢？你只不过是我家囝婿，你敢有想过，万一浩宇啊，甲吴天成相恋，你这驸马爷地位会受到威胁无？你即马在讲啥？你莫哦，后背想要来杀人哦！哇，讲到你的心事啊，会惊吼？你莫了准讲你安尼讲，我就会受到影响。我即马只是希望会当替阮爸甲天成集团经营好尔。啊，搁有啦。BOT 案重新投票的日子也已经到了，这次我会好好准备的。好好准备，这份计划我看过，根本就里里落落啊。而且浩宇现在只顾秀英的妹夫啊，他也没时间来你打三工的。这件事情你不用烦恼，计划案我会重新修改，这次啊，我已经提出标案了。有梦最美。我嘛真期待，等看到你的计划。麻烦你，甲吴天成讲下，想好别甲我这个囡仔，那我绝对会后悔。立功即摆咧小跋筊啦，安怎口肯拢无效，啊，家己讲、家己骂，甚至家己拍，伊拢袂清醒，该安怎做，伊才会回头啊？立德，两位哥，歹势呢，啊，之前秀英昏倒的时阵哦，发生真侪代志，啊，无甲你哦讲着话，今仔日我是专工来找你哦。没了没了，哎，下坐下坐啊！啊，歹势啦，哎，阮妈吼今日无来啦，所以我店哦就无开，无做生意啦，起码无啥物会当交代。没麻烦啦。啊，李德，你莫伫啉酒啦，你看你的面色啊，遐尔歹嘞。哎呀，人讲这啤酒是液态面包嘛，啉这哦嘛就当作是食饱啦，我轻松嘞。啊，杨伟哥，今仔日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我知影你是进前高德建设的总经理，甲我这个总经理比起来啊，你哦是足专业的。啊，对啦，啊这计划案啊，你看卖，敢有需要修改所在？你若是愿意来天德集团哦斗三工，我是足欢喜的。高档哦，是伊甲你学落呢。啊，不过即摆对建筑也无兴趣啦，卖米较逍遥啊。啊，人哦无厝大白死啦，也不过无物件会枵死啦，所以卖米较好啦。你也是另外找别人好啊。嗯，我是唔知影你是唔是了解这个 BOT 案。这个 BOT 案哦，是近前天德集团啊，够亿磊集团共同合作的。啊，主张。江若楠接手了，伊就出尔反尔，啊，甚至搁联手豪爵建设要甲天成集团踢掉啊！啊，这个合作若是无成，天成集团真可能会倒去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甲我斗相共。哎呀，恁会当找其他的高手来帮助恁吗？啊，而且迄浩宇哥嘛会斗相共啊，应该无需要我啦。我是惊会去影响到天成集团其他的业务部门啊，而且阮爸啊拄动完手术，身体啊还搁伫咧恢复，就是代志拢是我伫咧做，我真正需要人甲我斗相共，唔知影你是毋是愿意来甲我斗相共？哎呀，这建筑话对我来讲吼，已经是足久以前的代志啊啦，已经无惊去度一段时间啦。可能不是你讲的一款专业的经理人啊，你要对家己有信心。啊，你离开高德建设，损失是应的。而且你伫个家，我感觉是大材小用啊。我希望你会当阁回来建筑的战场。我需要你，我相信天成集团哦更加需要你。啊，哦，
我就无回去职场的准备嘛，嘛无啥兴趣啊。啊，也是讲你无想要来天天进来斗三工，迄嘛不要紧啊。你就替我把这企划案哦修改好，这企划案对我来讲是最重要啊。这摆若是失败啊，对天天集团的影响是最大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。啊，这个企划案就放伫个遮，你若是有用，你就看卖。我还有代志，我先走。好，阿李华哥，甲请你帮我教吴浪请安一下啦。希望伊赶紧好起来。我会开工。好，拜拜。啊，顺家。秀英啊，阿是安怎啦？啊？妈，我上课也是我都上补啊，我的身躯愈来愈无困难呢。妈，你替我问一下护理师，讲我什么时阵会当开始复健啊？我知影哦，你足着急要复原，但是你也先恢复元气，唔通这么着急，吼。是啊，医生就讲哦，你骨折最严重诶，啊过一阵仔才有法度复健，莫这样着急啦。是啊，我知影哦，你哦足想要赶紧好起来，但是你爱较有耐心，咱来听医生诶话语，安尼才安心，知无？妈，我淡薄枵诶，我去买一寡物件食，你敢需要？啊，我不要，你买你诶就好吼。需要你慢慢哦。妈，嗯，不过我也是感觉安尼无啥对呢。照你来讲，我拢倒遐尼久啊，我的身体应该是会愈来愈好才对啊。啊，我的脚哦，有的时阵会感觉安尼麻麻，就无感觉。啊，我的手嘛是呢，有的时阵就无力呢。我爱你，虽然不爱讲。相相对对，回忆连绵。我的脚哦，有的时阵会感觉安尼麻麻，就无感觉。啊，我的手嘛是呢，有的时阵就无力呢。啊，那安尼嘞？安尼？我嘛是同款无感觉啊。嘿、欸。妈，我是不是搁有去想到其他的所在，唔才安尼啊？敢会是迄麻药啊做伤济？麻药啊，拢是遮尔久之前的代志啊。照你来讲，即摆应该有感觉才对啊。啊，不过我就是啥物感觉拢无，就连我的脚想要顶动，我拢做袂到呢。好好好，你莫着急，我来问医生吼。等我者，啊，这毋是明慧的背包啊、手机啊，伊啥物拢无带，是要去买物件？应该是袂记哩啊，妈，你紧摕去给伊啊，啊，若无伊就白走一撮。但是你一人伫遮，我袂放心嘞，万一到需要什么代志。哎，黄小姐，爱换药啊哦。妈，我爱换药啊，你紧摕去给明贵啦，免烦恼我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我先来，小弟吼。你走。浩宇，你什么时阵要回来伊来上班？执行长的位置还在等你呢。照公司的规定，我有年假通好用。即马是我休假时间，你莫来干扰我。
而且客户啊，我已经交出去啊。你若是要转业绩，你应该转去公司找客户部，莫变伊啰啰嗦。DNA 报告出来啊，你敢无去看卖？来，这个报告对我来讲一点的意义拢无。浩宇，就算讲你跟安娜无欢喜，还是无法当改变你是我亲生后生的事实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既然你是我亲生后生，当然是认祖归宗啊！你莫笑笑啊！无人会认你这款人做老母。你若是想要认亲，幼儿园内底有真侪孤儿，你会当去遐凊彩认一个。浩宇，你这囡仔来遮过紧啊！杨秀英今摆计是两只脚拢袂振动啊，啊！你搁第个手条要创啥？你敢知影？你安尼以后……你莫跟我讲！你是在讲啥物啊？啊！张若兰讲啥物？秀英脚无得振动，是在讲真啊？讲假？医生讲，秀英的脊椎神经受伤真严重，因为刚扣回来，已经算奇迹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阮秀英伊后半世人拢无法度搁再行路，爱坐轮椅过一生。这只会当怪讲伊运道歹啦，去拄着这款代志。啊，毋过别紧啦，伊命搁伫个，你着好好开口糖，莫搁补一寡有诶无诶来影响阮浩宇。江若楠，你搞定。你讲的是什么人话？你讲的是什么话？心讲应该是我的，你讲咩啊？真错啦！江若兰这种黑道的查某，你放伊出来是啰啰嗦，我秀英叫你单纯乖卡着，你害伊无法度行路，一世人会占位坐轮椅，为什么？你卖伤伤心嘛，秀英到今嘛，佫唔知影这件代志。林大爷，你唔满意，唔通讲闹交。好，秀英才拄伊关门关转来尔，袂当佫生气起。好。秀英，你去送啥？我来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来了。来。妈，明慧，啊，你有是去买物件倒来吃啊？物件嘞？拢卖完啊。妈，啊！你平时在遮歹看。无啦，你妈心情不好啦。妈，巴肚枵啦，啊，物件拢卖完啊，无食着，心情不好。
啊，对了，小姨，拄只护理师甲我讲，这两天你会当开始做一下简单的复健，安尼你进行流失的肌肉量，才会当较紧补回来。好啊，哦，这几天啊，一直倒伫病床，我真正感觉规身躯强要无力啊，搁安尼倒落去哦，我可能真正会无法度顶动。你别安尼想啊，这也不是你的问题。啊，恁若安尼讲啊，敢是拄只医生有讲啥？啊，医生讲哦，只要你较紧做复健，应该真紧就当恢复啊。明慧姐烦恼你伫病床顶倒伤久，你会感觉家己敢若足严重诶，其实无遐严重啦。啊，明慧，我你先带伊转去休困啦，啊。妈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我咧想讲哦，啊，你咧遮尼乖巧，佮善良，啊，天公伯啊，哪会予你受即款的折磨？我若想到这哦，我就很感的啦。妈，是毋是我想到足严重的？无你哪会安尼讲啊？无啦，小英，你莫想伤多啦。其实哦。是拄只你妈拄着江若楠，伊看到江若楠伫外口安尼行来行去，拢无受着惩罚，你妈就生气了。我真正足希望，迄个摔落去的迄个人是江若楠，互伊体会你的痛苦，看伊敢有法度参照一斤安尼喊伊下摆。好啦，林慧，你甲伊顾小英顾几工嘛忝啊，吼，紧张休息，我来了。秀英啊。人生的道路阁真长啊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我拢一定会陪你行，唔通烦恼吼。哎呀，我讲妈伊拢转去啊，你即摆会当甲我讲拄只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啊，那有啥物代志？因为拄只开始到即卖，拢足奇怪呢。到底是啥物代志袂当甲我讲啊？是毋是我的状况无关？还是讲阮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小英，你莫有白想啦。就只是拄只你妈看到江若楠，伊就生气啊。早已跟他相拍了。相拍？我妈哪会跟江若楠相拍啊？而且江若楠顶边哦，调过伊讲一挂话，刺激恁妈，让恁妈对伊动手，结果又搁恁妈伤害。哪会安尼啊？后来嘞？后来柯贝阿姨有拜托俺去处理，即摆应该是无代志啊。啊，只是恁妈哦，看到江若楠，伊也是足生气，啊忍袂住，搁早已甲拍。讲来真正是安尼，阮妈一定会足受气，啊，去不如甲我讲这个代志才对啊。是安怎伊拄只个面是安尼怪怪啊？可能是看到你受伤这么严重，心内不甘啊。所以，你即马只要好好休养，其他代志我处理。哥当，你看，你看，哦，你倒真正咧，我木落去呢。哦，可怜哦，为着家己的哥哥牺牲这么大，假使讲日后哦，你倒若是重新振作，你就是上大的贡献。哎，讲者嘛，你讲。对啊，啊以后若是你倒搁振作起来，阿美小姐就会对阮大个完全改观啊。那呢，你就是阮全部高山经营管理学院的文青人呢。哎、欸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我只是希望哦，你就会当甲较早同款找到目标，啊，知影家己要爱是啥。即阵啊，办事甲看哦，差不多已经成功一半啊。啊，你哦，
只好继续博，博到何里得哦？你看袂落，博到安尼哦，哎，天怒人怨啊！哎呦，都成功啊！哎，阿伯爷哦，我真正假戏真做，阿博叫博到有应还是袂安怎？哦，那是安尼哦，我著甲你手剁掉。嘿嘿，不客，爸爸不客啊！我只是咧讲生笑啦哈，啊，那真正要博叫，我敢有去博，搁较大诶股票甲期货啊，迄个哦才刺激啦。欢迎光临。李工，哪个李二？凊彩坐啊，要食啥？哎，李工歹势啦，啊，你敢免当坐下来好好讲清楚啊。即马是上班的时间。阮头家就伫遐，你要当我头家的面吼，甲我讲私人的代志，会互我足为难。你想好要点啥才阁讲，我先去无用。玉德啊，来啦，先遮坐啦。啊，等下哦，你阁无用煞，我再叫伊过来，啊。来来来。真久无看伊啊！啊你，阮姊叫伊讲哦，那有改变啦。啊，不过伊讲哦，代志较侪，啊，咱哦拢无通啊讲着话。诶，啊，即阵啊，即阵卖代志哦，我相信你有听你讲过，其他人讲过啊啦。若是讲你有啥物关心我的话，就免讲啊。本来哦，我都无想要问你过了好啊，唔好啦。我有目睭，我看会出来。就是讲你啥物口讲我的话哦，也免讲讲下啦。我嘛无按啥物甲你讲这啊。口讲伊的话哦，我相信小辣椒应该讲真济啊。阿姨嘛比我搁较贤讲。啊，你若无想要讲话哦，咱就莫尬聊哦。啊，咱安尼点点啊吼，食一顿啊饭啊，啉点啊饮料，安尼嘛袂歹啊。哦，你看要食啥？一个会替你点。嗯。安尼，我问你啊。嗯。我问你问。你敢知影天桥遐有一个弄球筋，啊楼顶有一个桥筋？我知啊。安怎？迄个桥筋是啥开啊？是毋是甲人整桥？因是毋是哦？有甲人整桥，我是毋知啦。但是我知影哦。遐是高压的地盘。高压是啥？是啥物款的啦？迄个角头大的船啊，也叫做高压。那是因为啊，以前来甲元首人带去山顶拔块树啊，煞咧哦，才甲对方哦，规身躯拢淋迄个糖水，互高压爬甲伊规身躯。啊！你吃咖，吃咖，啊！你割咖，割割割。但是，这吼，还佫唔是伊上界残忍的手段。那是遐其他佫较可怕的、佫较不人道遐手段。我是莫甲你讲，我惊你吼会吃袂落，困袂去。对啊，国遐恶道比进前的案情佫较恐怖一百倍呢。你是唔通看见这个高爷啊？其实啦，伊是一种上毒、上可怕的红高爷。岛上的兄弟拢知影，若是当吼卖去掠，上好都唔通掠着高爷。哎，我是讲，你哪会向用去问着交警的代志啊？就因为我。请啉水。啊，敢讲你抓着交警内面的人了？嘿，那呢，你也赶紧解决咯。那是哦，这狗爷哦，抓狂起来哦，就算我出面，也无一定超会平哦。无啦，我哪有可能抓着因啦？干那好奇问看尔啦。哦。我若无是上好，哎，是讲哦，就算你若要博，嘛千万唔通去遐博，莫讲我无甲你提醒哈。
哎呀！哦，那个苏浩今天才拜啦。哦，啊，不用急，不用急，我得赔本，无钱啊。哎，来，就这样赔。我去，你来打的。哎，一百万，一百万。好，那你。先弄啊！大刀硬拢妥妥。真正啊！赔本，也赔本，也赔本。耶耶耶！大哥，好，来，小心点，来，好，来，再垫一垫，刚刚没垫紧，垫一垫。好，谢谢，不笑。啊！赔本的机会总算来啊！来来来，亚林哥，亚林哥，你快些，别搁搏啊！等你，你别搞有啦！我手气哦，等你起来呢，这届绝对咱赔本啊！你做啥代志？我也无输啊，我拄只赢足济，哎呀，到要变贵啊！哎呀，你紧等，你别管我啦！你较清正好无啦？十赌九输，你袂赢的啦！哎呸呸呸！你别伫遮话嘴好无啊？你即摆是爱我伫遮甲你解释解释嘛？我拢几回啦，我知我家己咧创啥好无？哎，我拄只拢要赔本啊！啊，你伫遐吵吵吵，甲我真想我吵吵啊！别后壁讲话，来转啊，过来转啊！我哎，我不爱转去啦！你莫甲伊丢转去！啊，那无最后一届，最后一届，华生最后一届啊！这届我保证哦，我绝对会当甲我输的钱拢总赢倒来啦！你头个歹去，转去啊！你好。无啦。恁今嘛两位是袂对啊！来啦，坐好好啦吼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两位领导诶，听讲恁暑假就想要走人哦？啊，刚刚阮家是儿童游乐园，想要耍就耍，要走就走啊！无你是要安怎啦？阮又无想要耍啊，敢袂当走？当然会使啊！你若感觉无意思啊，随时会使随便拉啦。哎呀，不过你欠的钱总还还吧？阮是倒位欠你钱啊？哦，恁弟交阮借遮侪钱去还本，我目睭无好，敢讲全场的人目睭拢无好。啊，是偌济啦？还好啦，其实无济无济。三千万，三千万，你骗笑的啊！你总算你，啊，即摆是安怎？欠钱搁爱声大声啊！这条钱我来找恁小弟啊，杨立功德。只要少爷能跟我做伙，不管有啥物困难，我拢会跟伊做伙度过。伊无愿意成为哦，规家伙仔人的负担。伊毋是我的负担，伊是我的太太。是我害着秀英，家己犯的错啊！是安怎家己歹去想买，搁介绍帮这种乱性嘅害人？伊敢会当冷静落来，予我有机会对这一切弥补？你着敢会发现，其实咱咧演戏啊？你哦，若是演了愈成，安尼你着哦，伊着愈袂去怀疑。安出来着是靠底哦。嗯。哇，这就考验我的演技呢。卡林进哪里？你卡林进哪里的？臭傻逼！你那是跳楼去？俺小辣椒演外国哥，你知无？你这人这样不好。不是秀英输了我，是我输了秀英。我真正想袂到，啥物你会当甲伊拆散？我绝对袂放弃，伊永远拢是我上爱的人。不相见。放在枕头边，思思念念，也是你的香味。天顶的月，你敢有看见？千言万语，寄付在天边。
出嘴，心肝内早就为你醉。我想你，望天之转答应，今生今世只为你醉愿你。本节目由宜兰鹤地法侯立化庄园冠名赞助播出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。相逢有缘，对阮两人的祝福。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